同志，你找谁呀？厨房。哦，你哪来的？你别问我哪来的，你这上面不写的有空房出租吗？喏，就楼上那间了。啊，对了，谭局，那个民工的情况我调查清楚了。你去医院了？嗯，他叫焦顺兴，是河南南阳人，去年来咱们齐州，一直在一个叫洪家置地公司做事。前几天，也就在抢劫案发前三天吧，他接到家里的信，说他母亲病故了，他准备回去料理丧事。这个时候他发现公司扣了他1500元的工资，情急之下呢，他要把公司告到法庭上。公司呢没有理他，还派人把他暴打了一顿，扣了他的身份证，最后把他赶出去了。可能是没有什么办法吧，最后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做法。裴讲主，嗯，难道这真是从他嘴里知道的？哼，谭局，您不是说我在这杜撰吧？啊？哎。这边我们都耗了这么长时间，也该你说了吧。我不知道我还说什么。陈一平，你不要有抵触情绪。你以为我们愿意留你啊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是在浪费时间。赶紧说吧，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。你让我还说些什么呀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那为什么你们柜台组六个人只有你的测谎出现问题啊？不是测谎当不了证据吗？哦，你不愿意说，刘凯，让他写。写什么呀？写当天的事情经过。我这已经写第二遍了。第二遍不通过，也许有第三遍和第四遍。款失窃案那天，他一个人在大厅里待过。是的，测谎的结果发现他有一定的问题。嗯。陈工，哎，把谢队给我叫出来。是。哎，谭局，除了测谎的结果，还有其他什么证据吗？目前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就把人扣了。局队，局长。哟，谢队。哎，局长。怎么样？在里边写材料。谭局。我能不能去见见这个人？可以。哎，我说哥哥，叫局长。局长，我可不是发牢骚啊！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你弄一个外人来干什么呀？就这个蒋处长，家老大不说，还什么事都管。我可把话说清楚，我要跟他合作不成，他不走我走。你又跟我犯驴脾气是不是？不是，人家是部里来的专家，是帮助咱们来破案的，你就不能静下心来跟人家学点东西？放心，功劳将来还是你的。这功劳我不要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谭叔叔，我觉得谢老师说的也有道理嘛。你别插话。
这条大龙并非真的死了吧？它可以先刺再飞，然后再一个大跳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没看见这还反扑呢，可以。果然是高手啊！如果有机会，咱们一定会把酒论秤，手谈一次。谁呀、啊？你就是陈一平吧？是啊，我叫蒋寒。进来多长时间了？一天一夜。昨天营业大厅失窃案发生的时候，你独自一个人在营业大厅待过？是路过。我说了100多遍了，我只是路过营业大厅，没有做任何时间的逗留。蒋处啊，谭局，谢队，先放人吧。这怎么能放人、啊？他可是唯一的嫌疑人。嫌疑人？没有证据叫什么嫌疑人呢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滞留人员不能关押24个小时，这大家都清楚。先放人。听我的，放人。快去！蒋处。这小谢就是这么一个直脾气，您还多担待着点啊。放人。啊？放他出去啊？废什么话，前面办手续，走。谢谢。嘉华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蒋处多担待着。谢谢啊。有空下棋去。安俊。这人好像是个人物，在齐州这种有意思的人物可多着呢。哎，叶师傅，哎，还没走呢，我这要锁门了，抓紧时间吧。啊，马上就走啊。没事。
老陈呐、啊！哎，老叶，老叶，你好。哎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啊，我刚出来。哎呦，受苦了，受苦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抓错人了。啊，真是。哎，行里的人怎么都不在？哎呦，出事儿了，大事儿。怎么了？老蔡让车给撞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才啊。那行里的人是不是都去那儿了？都去了。哪个医院啊？博爱医院。博爱？那这样。老爷，我去看他了，好吗？哎，哎，回头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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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替你算一下，你克扣老百姓的拆迁款，一平米是200多，100平米就是20000多。那1000平米20万，还用我替你再算吗？老哥，你不是说你没挣钱吗？我是赚了点小钱，可都说好了，这都有你一半啊。我可不在乎这点小钱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激怒了老百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为以后做打算。那个民工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咱们公司的吗？你说那焦顺兴啊，没事了，我都给平了，钱该给的我都给他了。平了啊？你能平得了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省厅专门派了一个警察来调查。那不就是一警察吗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这可不是件小事儿。老柯，你对这个警察还不了解，要是他深入调查下去，那事情就会越闹越大，我们的麻烦会不断。那照你说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公司不盈利了，也不赚钱了，养这么多人，吃什么喝什么呀？钱不是这么赚的。哎，那钱怎么赚呢？一天之内，作为习惯普通生活的陈一平，接连遭受了常人难以碰到的打击，或者说刺激。如果说日后他的变化也源于这种他无法承受的刺激，那么此时的他应该已经开始了这种变化。陈一平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与以往不同了。老蔡怎么了？陈一鸣，你出来了。钱老师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我没事。老蔡怎么了？老蔡出车祸了，脊椎摔断了，骨盆也碎了。刑警警察没打你啊？没。你真的没什么？我没事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这儿干嘛的？不是凑钱的吗？差多少？不知道呢。哎，护士，护士，来，护士，问你一下，手下给你多少钱？按规矩最少有10000。10000？我可跟你们说啊，就这种情况，行里绝对不可能给报销的。不报也得报，救死扶伤，什么报不报的？医生。啊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不过还在昏迷当中，就是我们还需要做那个观察室的观察，需要有人护理吗？暂时不需要。走。
你大老远的从日本跑回来干嘛呀？混得好好的。想家了呗。爹妈岁数也大了，回来看看。你不会又是欠了人家的钱被人给追回来的吧？胡说啊你啊！这就凭我会欠别人钱？哎，你想想啊，当初咱们俩在日本做那几档事儿啊，把那帮小日本鬼子给骗的，我会欠人钱跑回来？真是，欠了人家多少钱呀？不多，也就二十万。哟，二十万，我可帮不上你这忙。嘿，这谁说让你帮忙了？是，来，咱说点正经的。我这两天回来，怎么看着满世界说的全都是拆迁的事儿？这全市规模的工程，盘子得有多大？多大？第一笔1亿7000万。1亿7000万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报纸上都写着呢。真的？真的。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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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可这1亿7000万是1亿7000万呀，可它一分钱也不是你的，它也不是我的呀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还别说，说不准哪天我就把这1亿7000万我全都转走了，你信吗？嘘，你以为这在日本啊？你喊什么呀？别人听不懂中国话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说不准哪天我一跺脚，我真的把它卷走，你信吗？就凭你呀、啊？当然了，这件事儿你要是能出面的话，胜出的把握就更大一点。真的？嗯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陈老师！哦，邹奶奶。陈老师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啊。受苦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。你看看，公安局怎么把你给抓去了呢？是。喂。啊，这，啊。家里来客人了？没有，刚租出去，是个外地人。啊好。哎，哎，秦老师啊，公安局怎么说？彻底没事了吧？哎，他们抓错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哎，秦老师，我去告诉杜战他们去。好，这两天他们可为你操心了。我太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你歇着。好好，你歇着，你歇着，秦老师，歇着啊。哎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秦老师，你歇着啊。哎，再见。和大多数人不同，在经历了居鸦和好朋友的突然车祸之后，陈一平此刻反而平静下来。一连串的事件促使着他不得不反思着这几十年来循规蹈矩的生活。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期望着一种变化，虽然从表面上一切将渐渐恢复如常，
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，那种变化其实已经开始了。陈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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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呢？陈老师，哎，哎呦，陈老师回来了，陈老师，哎，他们没打你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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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坐坐坐坐，哎哎哎，没有，还好还好。邹奶奶，坐坐坐坐。陈老师，哎呀，赶紧洗个澡，休息休息，这刑警大队可不是好待的地方。是啊是啊，洗洗，去去晦气。哎，不不不，陈老师，您呢先到我店里理个发，你们瞧瞧，像是从大狱里出来的。是啊。都得弄弄。我说这又特别困乏，想睡觉。哎呀，陈老师，今天他们下午又来了。你进门的时候没看到墙上贴的那个清单呢？啊？哎呀，看来咱们这个大院是保不住了。邹奶奶，人家陈老师好不容易刚回来，你就提着糟心的事儿，实在没办法呀，那就得搬。人家同意给价钱了。老杜啊，不是我要说你，别一见了钱眼就开了。人家邹奶奶家几十代人住在这个院子里不搬走，凭的什么呀？不就是个仗义吗？现在哪找这样的人呢？邹奶奶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我马恒健在一天，他们就休想拆这院房。这么老的房子了，那得住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哎，那谁不愿意住好房子呀？是啊，你们搬呢，我管不着。可是我不能走啊，我得老死在这儿。邹奶奶，您可别这么想。看样子，我给市文物局写的信没管用。这么着，我给国家文物局写，今天晚上就写。哎，好。我就不信这个事情没有人管。陈老师，你先歇着啊，我看看去啊。哎，快，站站，快，来来来，哎，下来下来，哎，你把它抱下来，坐下，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咱们看一下，让他们看，让咱们自己看。走，住手住手！你们在这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别来呀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干什么？放手放手放手！哪儿的？你们是？啊，老太太，我们是文物局的。文物局，哎，你们前几天不是有人写信说这里埋葬了明代英烈的遗骨吗？是啊，你们信里写的情况我们领导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今天咱们来就是来看一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文物啊。哎呀，同志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那是明朝袁大将军的衣冠冢，就埋在这里。哦，就在这里。不能骗你。是啊。好好好，咱们来，抱上来，行。你说你是一国务院的外信啊？拿证件来，我看看。哦，证件。是，你证件有吗？啊，有。对吗？奶奶，是真的，让他们动手吧。不行，不行，奶奶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动啊！哎，老奶奶。不看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文物呢？哎呀，同志，这块青石板不能动啊！你这惊动了先烈的英灵的，我们家是不家破人亡的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老太太，不行，今天我们来一定要看的，不看怎么知道里面是文物不是文物？哎呀，不能看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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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慢点，哎，怎么想起你？哎呀，那不行，不能动，这是祖训，绝对不能动。哎呀，你们老太太，不能动孩子，你们不能动男孩子。老爷子，您得快去看看了，文物局这回真的来人了。哎，他们说要开棺验尸啊。我去不去都一样。这什么话，您不在场哪行呢？啊，不是。
点，小心点。出来了，你们立功时候就到了。这，陆总，这里好像有东西啊！啊，轻一点，拿手吧。你慢点，别损坏了。哎，还真有东西啊！是吗？那是个坛子。坛子。老奶奶，东西已经挖出来了，可是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是。赵奶奶，这赵老先生说什么都不来了。老奶奶，哎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的确把东西已经挖出来了。赵奶奶，您别着急，您好好想想。干什么？你到底做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哎，你真的没做什么吧？哎呀，你还不信我？我能做什么？就是，我也觉得你这点胆儿能够给我干什么呢？来，让我看看。没事，看什么？还是那样，毫毛无损。他在里头没打你吗？哎，警察怎么能打人？姓夏家。悠悠，悠悠，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你爸说句话啊？悠悠，爸，警察为什么抓你啊？我们同学都知道了，你做了什么坏事啊？你爸爸什么坏事也没做，警察叔叔抓错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！我不跟你说吗？爸是冤枉的。啊？没了，没事，就是太困。没事，悠悠，怎么不信你爸呀？啊，悠悠，想我了吗？嗯，哎，我说这底下那么多人，这干什么呢？啊，是文物局的，把邹老太太那个衣冠冢给刨了。是吗？哎，那挖出什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别瞎掺和了，悠悠，是不是两天没洗头了？嗯。哎呦，脏死了。那些号拿回家干嘛呀？那就是我的工资。这个月我们公司发不下来了，就拿这些产品顶了。工资？这号能当吃能当喝呀？我有什么办法？现在还能发个号，你搞半年，连号都发不出来了。哎。知道你是怎么放出来的吗？啊，来了个警察，好像是北方人，说我没事儿，就给我放了。什么呀？那是我弟弟，找人这才把你给放出来。是他呀，我早晚还得进去。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说他刚从日本回来，也没找到工作。我们是不是能帮他一把？我没意见，只要咱家还有钱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把这号给他，这不也是钱吗？行了你，不帮就算了，别那阴阳怪气的。对了，我也得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们行里那个老蔡啊。
出车祸了。啊？这不，行里的人都给他凑钱呢。是吗？嗯。哎呦，你说这可真够倒霉的。他也是，跟咱关系又不错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怎么个救法？哎。这个奖金，奖金？哎，这月发什么奖金啊？啊，正好，给我弟弟。奇怪，这说发什么奖金啊？那我用不着，给你弟吧。皮筋儿，二小姐回来了。哎，谢谢伯伯。二小姐，今天陈一平出来了，好像没什么事儿。桌上夹在信封里面1000块钱，他也收下了。您交给我的事儿，我算是完成了。好，再等等。可惜这第二次偷钱的人真够蠢的，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帮了陈一平了。易伯伯，您估计谁最有可能做出这种事啊？要做，也只有薛飞了。他跟陈一平关系最好。不管是谁做的，都是我们的机会。您老还得多费点心看着，我们要做长期准备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酒好酒啊，酒好必定有出处。敢问一下，祖上是本地人吗？我们祖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从人，我的这些手艺也只是学了点皮毛，不过这倒是救了我一个单身女子的生活。齐州古镇，人杰地灵。哎，那个大户人家破产了？过去的首富，后来的镇长，这解放以后就完了。那这个酒店的真正主人现在应该是？当然是我了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哎，哎，你那个朋友青青，他最近在忙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只是有时间过来喝喝酒，吃吃饭。这个人有点意思。哎呀，你瞧，他给我留了一个手机号，可是我永远也拨不通。嗯，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？怎么，你那么想见他？哼，他性格挺有意思的，像个男孩子。叫他来嘛，一起喝喝酒。那好，我去帮你试试。嗯。喂，请问玉青青在吗？玉小姐不在。啊，谢谢。
对不起，我找不到他，他不在。哦，没关系，来，咱们接着喝。啊，来，再烫一壶老酒。那好，你等着。请问你是哪？这里是洪家之地。洪家之地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多加点姜丝儿。加点水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，这10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奖金，哪个月的奖金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，那我就跟你说实话，那是行里的人给老蔡凑的份子，我先搁你那。别瞎编，不对，接着说。怎么会是瞎编呢？你快还我吧！不还，不还也行。我找马鸿渐和杜湛接着借。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借个试试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花了一副就家破人亡，你看他是不是阴间了？你说这事还真怨你。也许从那一刻起，他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无常，明白了肉体的随时可逝，所以那一刻他应该也同时明白了人该珍惜些什么。但是人到了他这个年龄，又该珍惜些什么呢？下课了。嗯。这么巧啊，我也刚回来。聊一会儿。改日吧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教堂。你说这真是怪啊，我刚刚去完火葬场，你就要去教堂。我求你了，就跟我聊一会儿好吗？你说咱们俩人这住得这么近，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老是这样，这心里真的挺不舒服的。那好，五分钟。哎呀，你说啊，咱们这十几年的交情就五分钟啊，你说这齐州变了你也跟着一块变啊？你怎么还那么平啊？哎，你到日本那么多年了，肯定挺艰苦的吧？也没什么可艰苦的，骗吃骗喝呗，骗到最后自己身无分文又滚回来了。你跟那个家还联系吗？咱别提这个了，行吗？你去火葬场干嘛？去送一个老邻居，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。